场就走。你拍菜锅也肯定要三脚架哟。那个下面都有。你可以去观音桥那边，这边就是观音桥那边，这边也是重庆江北的步行街，解放碑是渝中区的步行街，看见没？这一片是江北的步行街。这边别坐到那儿，这边是公开的表调的。可以广开点。Yunnan is beautiful, isn't it? Yeah.
不一样，不是房子，是房子。是吗？是吗？是呀。
Thank you.
话。我那里面也有水，是不是？今天、昨天的时候我可渴，但是不知道去哪儿走。
哦，我还想上班儿来。
也是那么多，感觉都差了。只能不拆了，现在。但是重庆的设计，哎，这我们那咋了？我微信投的主销招聘。